怎么了？是我画的太慢了，现在要拍照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是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。嗯，这件事情常明老师已经答应了，但是我觉得必须以您的决定为准。剧组希望暂停定妆，先拍男女主宣传照。和宋慈？是，拍宣传照需要换地方，我们离拍摄地很远，我猜。 很可能是迁就男主角的位置，现在就得出发，午饭都来不及吃了。杨老师，您看要不要？那就不吃了，赶紧现在出发吧。 居然没发火。 杨老师，前面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堵，我们还是走过去吧。 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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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